五月是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名单。赖和文教基金会因此将五月定为赖和月，每年都会举办音乐纪念会。但是今年基金会以特别方式邀请陈澄波文化基金会以画展的方式甲开始播，让大家会当搁较了解这两位大师。赖和文教基金会甲陈澄波文教基金会合作，将陈澄波曾经住伫咧彰化迄段时光，登伫咧世人面头前。赖和基金会执行长白嘉玲表示，这位作就是陈澄波大师曾经住伫咧彰化上好的证据。陈澄波他是台湾艺术史的成就很高的一个前辈画家，所以为了让更多的彰化人知道陈澄波与彰化的连结，所以我们决定在彰化这边办了这一次的特展。陈澄波他到过彰化，那他到过彰化哪些地方，又留下哪一些画作，那这些画作的写生点现在又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这会是我们这一次办画展最主要的出发点。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遮毋那是大师曾经踮伫咧彰化的证据，嘛大家看见当时彰化的地景风貌非常的珍贵。我心里这两年有关于我既然唔知影这两年多，一个是咱关清馆，一个是南寮宫，这两个拢是国宾古迹，要甲基金会来请求看爱。或者授权啊，这应该是营销，这两件就上重要。也是我看过上久的这个影像记录的哦。这个展览除了展出陈澄波以彰化为主题画作以外，我特别加入大师伫咧彰化人际网络，非常有研究的价值。展览为即马开始到五月底为止，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新竹华新闻李炳宏彰化采访报道。